谢谢我们雕塑系，这么辛苦策划这么棒的一个展览，我相信，他会继续扩大影响。恭贺雕塑系的这个展览成功，那也希望雕塑系呢，在我们全体老师、主任啊，还有我们校长的这个领导之下，能够越来越壮大。雕塑系所真的叫做天时地利人和，有这么好的校长大力的支持，然后有这么好的老师们呢，他们观念都很一致，才有今天的一个结果。有关于原来这个传统材料怎么样去萃取雕塑性质的特质，然后去开创创新的手法。其实这些问题哈，我也还蛮期待，就是我们雕塑系可以有更多的论坛。我觉得这样的学术能量，它就不断的会在提升。雕塑系在这个展览的规划的上面非常的用心，包括它的一个评审的制度，然后包括还特别邀请了10位校友，那再加上这个老师的展览，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层级、不同的想法跟这个不同的展现方式的这些作品被汇聚在这个整个展览的里面，增加了这个展览的丰富性。这一回就是特别感谢立宝文教艺术基金会给我们一些奖金的赞助。那在这里我要感谢我们10位年轻的校友，因为他们毕业以后，然后有非常杰出的表现。那这一回会特地邀请他们回来，是要给我们同学一个表率。因为这件作品是，台湾是。对于宗教来讲，宗教在台湾地位是非常重要，所以我想说，在我自己的信仰里，然后用艺术出发去创作，然后我就设计一套一个宗教仪式，然后置入它一些我们没办法确定的类似香烧的时间，然后落下的高度，让它比较营造出是一个神去选择位置的一个状态。